说了，我让你给我出来！让开！别跟我小欧姐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好，说，情报是不是你卖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还想跟我说？不是你还有谁？说！ 不说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！我妈得了癌症，急需要做手术，我需要钱，我真的很需要钱。你为了钱背叛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别说20万了，200万我也可以给你。我管这要钱，我都会要你的钱。你就为了你那点狗屁自尊心？ 老程怎么了？老程怎么了？刘备派人把他给撞了，这一切都怪你所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，你以为警方抓捕是多游戏吗？啊！ 半年来所有的努力，全因为你白费了。小美和刘伟已经知道我们之间有内鬼，你觉得我俩还能活多久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严姐。滚！啊！ 你给我让开！你要打他！占宇，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，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鸥看看！别打！今晚所有的损失，你找我负责。 那时候是彻底的爆炸了，亲手毁了纪晓鸥的生日。